今天我来做到菠萝五花肉，没尝没试没做过，我来试下看。那个皮子我不要，让你把皮子们削了。妈妈。嗯。我们一起来读一个课文。好。那今晚上让你爸爸一个人弄饭，好不好？好。菠萝来跟他去滚刀，上次起来是大头了。红哥这个去滚刀，红一配，要来腌肉，先放点盐，腌一下。哎呀，那放啥子？腌肉嫩滑些，加点淀粉，淀粉不要一次性加完。那个肉要一坨坨的放下去，放到蒸得起。想来菠萝想了好久了。对呀，要得，后头有肯定用得着。要得，你辛辛苦打了一片，你给我拿去发货。你那羊是哪里的？东西让开。你那羊是哪里的？它是肥的嘛。摸东西摸到了。那咋的黄色的，都给它捞起来了。你好安逸哦，有个帮手来看你。请那个吃饭，你喊那个来做谁？啊，你喊不动，应该没法。我直接喊另外一个。哎呦！我只是嫌他速度太慢，你要是我搞快点，我干了。那个葱花来啷个做？我洗洗交给你哈，然后你就交给他炒哈。我教他打。我那个是流水线作业。我教他打。那酱油，酱油。呀，看起好漂亮啊！又是绿色、黄色、红色，真棒。师姐说它有点花，你看五颜六色的。他妈，总结下来都是超哥有点花。哈哈。老板，老板，我要直播了，你给的。又红又绿又红又白。哎，你莫说了，你这个一看就晓得你有点花。花花绿绿色的。花花公子。点歌哈，上台来点歌，点歌。不肥啊。绿不绿哦？我从来没去过，我有点试一下看。凉凉的嘛，凉的觉得香。酸酸甜甜的。不管你那干个再好吃，总领还是最爱鸡蛋的，是不是？你看我还是拌在一起吃，蛋黄都是要拌到黄色。嗯，我最近菠萝干完了哦。嗯，走，开单两个。我想吃菠萝鸡翅了。嗯。走，开啥鸡？那时候提啤酒，有时候提龙虾啊。那那个是酒，咱们那个看你的怎么醉，我醉不醉？哎呀，姐，那我接着吃，我不喝酒啊，这个接着吃嘛。怎么吃的？真的，真的，你看快快吃了。我也不喝那个，我感觉我是。吃龙虾。哇，那么多。今天不够。今晚上不吃安逸那个。他这活蹦乱跳的，来看你家家厉害，我来家家厉害，你看。你们只能一个刷子吗？有啊，啷个嘛？有一个。哎，你都说一个，有啷个的嘛？我都可以休息噻。有，只有一个。要求不懂我的意思。想偷懒。给我弄一下哈，今晚我那个。啊。我来，我来。我喝酒。一瓶哈，我看我尝你的嘴，你尝我的嘴。我喝酒就是我那个还是一个一瓶的呢，那个是给我弄一下。喝酒的话，喝酒的话，我们可以一件一件的了。哈哈，又在吹了。他们两个。
喜欢酒就那么逛嘛、嗯、我们两个女的逛倒一边去，我们两个又不喝酒，说这喝了嘛都有点亏，我们不喝酒，我们就是在吃那个龙虾跟田螺的。两个到下次的哦，交给你的哦。田螺是你的，龙虾是我的。好，我把做了的回去你给我炒。嗯。那姜片、桂皮、香叶八个，干海椒。有啥的呀？有点多。在油锅里面给它打800秒。睡了就在那睡哈，睡了就抱着你睡。再切个微微。哪里上来把微微酒给你沏了？卖出来喽！来来来，小叶小叶，我叶皮。哇，三个菜。他跟打上打电话的时候聊聊菜。来吃焖到了，可以吃了青黄瓜。好，来坐起来开始。姐哥哥，今天你到大桌高头。嗯。妈老没在，那就只该你坐上皮了。来。就坐那边去。姐姐。你两兄弟挨着坐，我坐那旁。喝的喝不喝？嗯，喝不喝？嗯，我喝都喝不来。那个醉不贵啊，我们一个整半天。你们醉都是，我只管吃龙虾。你醉你的，我来看。来。你醉你的，我请。来，辛苦了，喝起。嗯，味道还可以。今天龙虾好嫩哦，今天你们两舅爷值得夸奖，还是夸，把他们夸上天。哥哥，好不起。可以。给你们点个赞，哪个点的？龙哥，来。我来讲。今晚上你要卖几百块哟，那盆。咋了？我把屎都吸出来了。我俩能够喝点酒，他们灌醉。他们一喝酒都把我们灌醉。哪个喝酒？你把光吃虾子来。来喝。基本上你们不醉不归哈。来连钱连钱。今晚专门来找你喝酒的。嗯，我陪你嘛啦。反正你也不回去喝哒。你找我，我陪你。今晚上是田螺跟龙虾开会哈。我想看幺九儿喝醉了过后跳那个舞啊！啊，当时他在福建的时候看他跳桥，哎呀，好看！真的啊，我都没看到过，好酷哟！你醉嘛？他喝酒了是爬墙。